我觉得还有腰身，嗯，粗细粗，那对，哇，它旁边那个光，那个光芒好可爱，就是你要有粗细粗那个感觉哈，就会有那个。这个里呢，右边中间是放那个玉，嗯，啊，或者是放，就是古代的一种，所以这是一个容器，对，哦，对，容器。文化要居中啊，嗯，文化不要那么低，嗯，太低，那个真的太低，就主要是让这个放，嗯，好，这个里啊跟翼它都是同一号字，嗯嗯，所以你的宽度要增强。嗯嗯，哦，是不是？老师，这个是不是算是大篆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写这个算不算是大篆？有融入大篆的小篆。嗯嗯，这样。大篆更象形。就是说我有融入大篆，嗯，可是它其实是小篆，把它视为小篆。大篆是更接近象形。对。像离跟翼的宽度就会比较接近，对吧？你写错了，连那个竹字头不要有，对不对？难怪我一直看这个，我一直觉得这不是窗帘的帘。对，要写窗帘。对，我刚刚看了半天，我是讲不出来。是啊，这窗帘的帘，想等着老师看老师怎么写。我要。太久不写国字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个不要紧，写错很正常。对，对，很正常。没有，我一直想到那个写那个陋室铭的那个，啊，对，对啊，草色入帘青。我一直停留在我写那个，啊，没关系，很正常。
真的。嗯。这写字不简单啊。要写好字更是难，对不对？写字不难，要写好有点难，而且要考证。对，要考证。考证也很难。所以我就拿香跟着拜就好，你们写我就跟着画就好。嗯，也是一个办法。嗯。是，我要拍起来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吓我一跳。小篆。啊，融入大篆，融入经文的小篆。因为知耻近乎勇，不想写耻，写勇也 OK。廉耻，那个耻大家看了非常的敏感。把这算是写起来。对啊。把这个心要写这样的漂亮。这样。这样子，这样离莲子它四个字的宽度就比较类似，然后我让这个莲的这个上面的屋顶啊屋檐，过来跟心穿插挪让，这样，让彼此的相容性比较强。然后因为这里有这个算是根嘛，它会交错，所以 OK。写字比较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